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今天我准备去广东韶关一个小山村，沿着公路开车开到这大山里。这条路啊，又窄又弯，真的不好走。现在呀，被前面一个山洞挡住了去路，不知道车能不能过去哦。我脚下又是一条滚滚的河流，这条路又那么窄，不好掉头，真的是进退两难啊。我现在过去看看那个山洞有多大，我的车还不到两米吧，看能否顺利开过去哦。我看看这能不能过啊，哇，这洞啊应该可以过，看上去应该可以过，有两米多宽哦，这个车才两米宽，开不到，应该可以过吧？哇，应该可以哦，这山洞，这好像不是天然的哦，应该是人工凿的。好了。我现在去一下看能不能过啊。刚才呀，我那部车跟其他游客就是从那个山洞里开过来的哦。但是我发现了，这里啊还有两个洞，那里有一个洞，那里有一个洞是流水的啊，是人工凿的哦。我发现这里啊还有一户，这是学校还是人家？哇，如果说给你50万，你愿意住在这里吗？啊，这里山清水秀哦，等下我就去下面那两个洞去看看啊。哇，好了，各位网友，在这里游山玩水几小时啊，我们准备走人了。今天呢，我真的不敢相信能够从这山洞里开过来，我挑战成功啊，心里满满的成就感。我不知道其他老司机敢不敢从这里开过来呢，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哦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拜拜。